我看到香港的居民争取民主非常的不简单，也给香港居民加油。同时呢，来台湾就可以看到，台湾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自由民主，也是经过我们好几代人的努力，包括我自己一辈子都在为自由民主正义努力。所以今天手上有选票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的人都能有选票，台湾有这一票很不简单，希望所有的人都珍惜手上的一票，出来投票，决定你所居住城市未来的4年。